奉劝大家可以把那个什么 care 那叫什么来着，保修服务套餐可以买上，然后同时还是把那个镜头保护膜给它买上。你看这俩是新换的，一定要把那个镜头保护盖换上。他检查出了我这上面有一点点小问题，但他说不需要修，就前后这俩东西，这个和这个，1000多，哭哭死。